债周琦想要迈进 MBA，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。如今他就在美国特训，不过他要想进入 MBA， 必须要提升的一点就是身体。这一点易建联和姚明都已经给了他建议，看看易建联和姚明进入 MBA 前后的变化，我们就可以明确一点：若不提升身体，周琦立足 MBA 完全就是玩笑。先来看看12年前的易建联。那时他没进 NBA， 他还很受易建联狂练身体，进入 NBA 后身体肌肉增长明显，成为国家队超级新人。为了在 NBA 立足，易建联练出了中国篮球人最强的身体。现如今，易建联宝刀未老，靠的是身体。看完易建联，再来看看姚明，他立足 NBA 同样是靠增重、靠肌肉，他也受过在美国。姚明经受了魔鬼性的身体训练，姚明的肌肉不是吹的，